先就讲得啱啊！我要从头到尾讲，先至讲得清楚噶嘛。讲啊讲，哦，小文员咧是乡下阿人，家住喺边度？家住在湖里三家庄，门户啊高，楼屋。是湖水的湖，从头那个土姓甚名谁？小文明的门武器人、啊、人道得那个人，我愿背野神仍是未呀你快啲走啦！哦哦，我谢姐。
这个王夫人不斩之恩咯。Wow.
我自从他咁叻，我呢个戆奇人，佢到底触犯了什么罪名咧？他躲在石头下，把我严打连入京，我严尽香桂，你从此斗起命。我是话王爷讲出了王姑的病因，小医就更有把握医好王姑之病，焉能不为此叫好呢？哦，如此说，有劳贾医生为我女儿诊病咯。小医中意你，王爷，啱啱狐狸亲咗胡桃壳。贾医生。你睇嗰个狐狸山庄胡桃行嘅啲小医之见啊，王爷不必再找那个冇奇人咯。哎呀，因何不必再找那个冇奇人呢？此人想是养个王姑嘅威名，故而乔装求得一点，其崇敬之情可赦啊！本犯绝不要他。恐怕不要也不要咯，人何不要也不要？他明明白白话俾你知，冇其人者，即没有此人之闲因也。既无此人，也无此地，你越站咯，岂是越无道理咯？
啊，啊王爷请啊请啊。马医生请，王爷请啊。王爷步步紧随，败不脱，教我如何单枪匹马回王宫啊！哎，贾医生啊，啊，前边已系宫楼，哎，快登楼诊病去啊！登楼、啊，王爷啊，稍后片刻我待小医脱鞋啊！哎，贾医生，你睇病。哎呀，王爷用笨呀，我讲来讲来，王姑此地为安宁，扶你登楼翻真房，怕王姑为惊死，马色跳动会失常，使亲眷梦回日，咁啊点啊？只怕用药。生哎，不愧是当代名医啊，过奖过奖，要你赤足登楼恐防有些不孝，哦，冇错冇错，只要医好无辜的凤体，这区区小事又何足道哉呀？哎呀，区区小事，哎呀何足道哉？哎呀，铺个区。小事何足道哉呀？王爷啊，请啊！哎，请啊！请哎，王爷，小医系话，王爷请啊！啊，官凡也要脱下朝香灯楼啊！恐防王爷人身官言，小医告罪。哎，这个。古凡唉，皇亲贵胄，一脱下朝香灯楼，一啲成何体统？一成何体统又啊有诶，贾医生，王爷，不如你独自一人登楼前去睇病，古凡再堂前避面伤后如何？诶，王爷之命岂咁不从啊？只怕有不便之处。如是恭送王爷，哎，随便得啦。恭送王爷，得啦。恭送王爷，点都得啦。这样就好了啊！我闯过了这第一难关，顶峰上百二关。不识其人，贾医生。
小姨我啊。你讲咗五个啫噃。哦，仲有一个小妹妹。系同班兄弟。当然系啦。哎呀，皇姑千岁，你问得如此详细，作甚呢？Thank you.
冒犯无辜，到底都难于死噶。爹娘，你讲要死唔讲都要死噶啦，都乜嘢讲晒出嚟？或者我哋皇姑会从轻发放呢？好啦，咁我呀就恕你无罪，你且讲来。见过皇姑。我认我官啊，不忘此。
成汉中斩。哇！斩不得，我即要斩。斩不得，我即要斩。封家同志病人封朕子为媒，将与媒配